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无界。那今天要玩的是今天救急的三藏法师。那他这次救急之后呢，多了三个觉醒，然后队长技变成四秒固定，然后拉横排的，拉六个就有攻击力三倍。那龙 type 的 HP 1.5 倍，攻击力 2.5 倍，所以我组了。就努力找了几个龙 type 的角色，把它放进来。那今天要来打一下双级一就好了，双级三可能没什么自信，而且297也舍不得给，所以今天就这样子吧，来试看看。那前面就是。先绿珠，大概就是要一直绿珠吧，我想。对，我都忘记会他会做这种事情。大小乔好像会把毒珠用掉吧，我印象中。太久没用大小乔了。光珠的掉率还不错，这边这样就好。哎呀，还好还好，还是有六颗光珠。就是怕会有这种情形。我看这要拉光痕，又要拉心痕。其实拉心痕就好了。啊，糟糕！啊！真的是很故意耶。还有时间，再出一下。不要再转掉光了，拜托了。它是固定转掉光吗？应该不是吧。
对手很聪明。再转掉我就开技了。嗯，很好。啊，糟糕糟！七手转错了。下面横排没有转好，好，这个观音瓶活够久了。接下来应该没有限制。还是断毛了，有光的麻烦。会不会有事？有点麻烦嘞。哎，不是这样子吧？我想一下哦，它变暗了。如果这样子。好好好，哦，还好还好，哦，鼠蹄狮真是最可怕的敌人。
维纳斯，我就会乱封人呢。那我还是先存一下气好了。啊！啊！后面有木咒，这个回复我有点怕回不起来。开悟空好，哇，还有自回耶，水咒，水咒没关系。露珠给他落，啊！我的光，啊啊！我不知道我在干嘛，啊！然后光又被消掉。三战的自毁好像有点效果在。啊！为什么那边都会歪掉啊？奇怪啊！看那个是 IG 的讯息，这边的话，这边的话，我应该开谁呢？应该开谁都可以了，开大小乔了。对，对我没有带增伤哎，糟糕！而且是光嘎，我现在才发现这件事，应该可以打过一半吧？应该吧？哦，哦。
吓人。嗯，知道会发生这种事。我想流水珠的，结果掉那一坨是这样。应该可以吧？啊，好可怕！还好，还好是双一，喇叭只有一只。四秒那两横好难哦。好啦，整体玩下来感觉就是很自虐，不过就是有血，然后他的主动技是可以加回复，所以我觉得这主动技，还可以啊。就头围的话，可以一直是回复两倍，但感觉好像技给他技成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如果真的有心要玩的话，四秒转横排就是还蛮挑战的。有兴趣的人就可以玩一下，算龙太太的光环好像能放的真的没有几个，就可能悟空大小乔成龙啊，就多放个几只之类的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